The Net 卡卡，在上一次的 Pokemon 旅程，I can sense the spiral in the air. What the? 过斑马线，斑马线都可以开。当然。五啊 ，Polygon， Polygon。好，找八百。是地板，这边很爽，就是这样桌子和脚这样可以拍到。我们叫了一个 Romance。哎，嘎嘉，你看那个 Jelly 还有 Lover， 哇 ！Love is in the air。大家好，什么在上？欢迎收看新的一集的 Pokemon Go 旅程。今天我们终于来一个新的地方啊，就是在冰城壁画那边的 Level RJ， 那边有三个 Pokestop。呀，是 Magic Carps， Magic Carps。大家，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有三个 Pokestop 在一起的，我们。我记得就在后面那边，还有椅子坐，怪不得这样多人喜欢来这边。这边也是其中一个 Penang 最著名的地方。OK， 我们来抓看 Squirtle Squirtle。OK， 我们拿这个照背景。哇、wow, 哦 ，Squirtle Squirtle。耶，我们需要找多一只更美的 Blastoise， 所以我们要抓，还是要抓这些。对，我是飞机。我再过去一点，然后。这个 parking spot 超爽，五块钱一两，一只在满。我们要放都满干，哎，有金子，有金子，这边很美，这边都是旅游景点，旅游景点现在变成加上 Pokestop 景点，完美，根本就是完美。这个是什么？Official Pokestop Poker Up Your Stomach Trainers Are Welcome。 哇哦Pikachu Pokestop Cafe， 哇、wow、哦！我们可以进去小便吗？走，我们进去看一看啊 ，Pokestop Cafe。Let's go， Let's go。现在我们两个要找厕所，他就讲在 Masjid 里面有厕所，所以要不要去？我从来是没有经过啊，可是。不错的经验，我们一起体验。你应该是没去过一个马戏厕所吧？一起去马戏马戏。哦，他们走进去那边了、哦。谢谢，我们要借用这个马戏的厕所。你可以不要再一直拍照嘛？看呐、啊，好冷漠。Masjid Melayu Lebo Aceh Dibina pada tahun。1888 oleh Tunku。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这个马戏会变成一个 Poker Stop。 马戏公司这边直接变超级红。 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一个 Cafe， 就是刚才我们拍那个 Poker Stop Cafe， 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 Overnight， 我们进来叫了水，谢谢水。然后这个是在三个 Poker Stop 的中间。Poker meatballs， 哇、wow、哦！啦啦啦，和朋友一起玩 Pokemon， 最开心的是，哇、啊、哦、wow ！现在我们来开路，因为太多吝啬的人了，全部在等着人家开，所以我们要主动一点开给别人。
开这个，我剩一个嘛。OK， 这暂时还没遇到什么特别的 Pokemon， 特别稀有那种，再等一等吧。哦，太多吝啬的人了，所以我要去跟香一起拍。太棒了，我喜欢这种热心人士。哦哇哦！哇哦！哇哦！太棒了！嗯，大家我，你不要等，不要等，你等人家开，不然你走，有时自己也要开。今天欢迎大家，大好花来了，我们来看看，我大哥，我看不到脸吗？哈哈。到底是多少新币呢？哈哈哈。728。龙井还有好多币哦。OK， 抓手抓手，我们来抓手。有一点侮辱他的脸的问题，上镜。LG 啦。我好像只有小一点的时候。好。哈哈哈哈哈哈。Last voice。最近的运气真的是太强了。我们上次抓 Last voice， 这次带上镜来抓 Last voice， 可是他跑掉。刚才我们的时间 A 开始了，可是买妈妈。这是无所谓，至少不是一米。这个是五 PM。可以上镜，嘉祥安。耶。Octopus。煮来吃啦。Pick up。哇。Burger。叫的 Burger。Octopus Burger。我们这边已经有两个小时多了，现在九点了。看到那边有卖 Pokemon 的币，咖啡，哇，要选哪一个？喂 ，Gloom and Cube，Gloom Gloom， 第一个 Doblas，
OK, kita beli 3 limited edition, 3 cu habis. Kenapa? 3 cu habis. Wow, cute. 9 cu. 当然 Magic Cup 嘛。 Thank you, Magic Cup. 诶 Gyarados, 我选 QQ 的全部。 Pikachu 竟然卖完了， Leafeon 这个是我们选的，太棒了。 OK, Brapa, 那我上镜刚才抓不到 Blastoise, 我们就买一个 Blastoise 的冰给他，所以至少他不会伤心，他今天回去冰那衣服他可以很开心。看我 Magic Cup EV, 因为我跟 EV 太有缘了，所以我一定要买 EV, 这些太 cute 了。 So cute, hey, EV 这是什么？不能啊。I wanna be the very best no one ever was. To catch them is my. 是说回家，因为要下大雨要换好。倒出来，要走之前，所以今天 Squirtle Water Toe Blastoise 出完了，所以这边是根本就是 Squirtle Blastoise 的 Nest。哦，嘿，哎呀，有点难度，也是 Berry 先。OK, Thank you, man。我们脚在脚缝过来抓。哇，真的。哦，要下雨啊！要快点，要快点。OK，No problem。又接出来。哦，上镜的那只还不要跑哦。还在等我呢。Congratulations， 香精。OK，Nice。哇，这样就很好哦，你 miss 掉一个 Blastoise， 至少还得一个瓦多多。大家，我们现在是准备回家再看吧。终于破了10 km 蛋，是否这次就是命中注定的那次？EV 塞德哥呀，真的很难拿双 life level 哦，不用紧，总有一天会拿到了。而且这个塞德刀又不是很好啊，算了，拿 candy 37塞德 candy， 可能他出 generation 2的时候可以进化成细手，不知道，等等，无所谓，我们会继续我们的 Pokemon 旅程。